啥意思呀？搞得这么神秘。大家要努力，现在就出发，奔跑吧，兄弟！加油哦！好的。一瞬间把我搞懵了。马上我们要在这里进行成为奔跑侠的第一项挑战。如果不想成为呢？那套衣服太丑了。来来来吧。呜，湿的。你选哪边？我右边吧。来吧，准备吧。等一下。这凯，你看脑子不够用，你看还在撞那个，这么硬。好，什么意思？好痛啊，这个好痛啊！啊啊！哎，你掉了不怪我啊，这不是我的问题啊。我不换，我不换，我为什么要换？计时的快点，凯凯。你别说，还挺舒服的，比指压板强多了。节目组，你怎么那么多泥啊？你这底下是一滩泥啊！这么泥，哇！我那是一堵墙，你知道吗？幸亏我没有用头去撞啊！我要撞头去撞，我就变弱智侠了。恭喜小鹿。